Hello， 大家好。早上起床间天气特别的好，出太阳了，所以今天打算去 Exeter 周边的小镇看一下。我是住在 Home Family 家里，然后这里是厨房，这里是客厅，平常我们都坐在这里看电视。然后这里是一个餐厅，好乱，但是平常可以在这里学习。然后外面是一个花园。早上我都会吐司放到面包机里面烤一下，然后抹上黄油跟 cheese， 特别好吃。Dawlish， 这里是海边，很漂亮。我们到了Dawlish，后面是一片海。今天天气好晒啊。而且这里人特别的少，非常的安静。看完风景，现在去逛街。这个可以装在门把手上。这个好可爱，是吗？So if put in alcohol, keep on 2 days. Yeah, 1 day or 2 days. 最后带你们看一下这里的教堂。